雨诗，阿娘为何会留着她的东西？难道她是我阿耶？这不是崔十九拿给施南卫的那件类似首饰吗？此乃当年的扬州燕氏珠钗，在皇亲贵族中盛行，风靡一时。如今的图册，便在我崔氏手中。阿娘为什么会有扬州燕氏的图册？阿娘是在崔氏筑城，而燕子京一心想置崔氏于死地。那现在扬州燕氏又是如何了？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？这人生如行舟，有的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你要做的呢，就是坚定自己的内心，一路往前走，不可回头，不可留恋。咱们之后去哪儿？之后先走一段水路，然后转陆路去韶州，再从南至北去河西。河西在西边，离西域很近。你想去西域啊？嗯。为什么？戈壁浅滩，瑰宝奇珠，谁不想去西域看看？好。那既然要去，你能不能教我西域的文字？这西域小国众多，文字繁杂，光通关的大地就有汉文、粟特文，还有波斯文。你帮我看看，这是什么文？啊，这个是屈辱文。屈辱文？啊，对，已经失传很久了。那你能不能教教我？让我知道上面写了什么。好好替我做事，我自然会教你。风大，赶紧回船舱干活。重逢，再续姐妹情谊。郎主，方才我听虾米说，今日比试若是谁赢了，这一桌子的美味可就归谁了。绝无戏言。那我试试啊，不过若是我赢了，这桌上的美味得给所有丽人都分一份。好啊。伸手的。
要不你赢这个。多谢啊。三五小小一只倒是好斗啊，用几个架，不过这招数毫无章法，他能靠自己琢磨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我真是头一遭啊，第一次啊。回头给他挑一把顺手的短剑，他现在适合练劈刺，招法肯定是来不及了。你倒是什么都想让他学，他想安身立命，我不过是顺水推舟。这世上很多人深陷泥沼，却一点都不想动。他是个想自救的人，所以我就帮他一把。小心！多谢，我好厉害，说的妙啊。狼主如何说？好，我会让厨房再准备一些，请慢用。谢狼主。散落茫茫人海，回忆在独白，让思念千里之外，愿成为那黑暗中的微芒，去照耀着彼岸，为你等待，心辗转情可见爱蹉跎不得，旧梦萦绕怎奈殊途，渡西北寒露只为你轻抚，这身受苦的残土，泪无语爱无声盼相随身旁，梦醒远散只恨分离，一往情深爱已化作牵挂。啊啊，言说怎么了？之前你不是说要教我去鲁文，记得吗？哦，我现在手上有事儿，下回吧。虽说你不是君子，再伤言伤也要一言九鼎。行，算了，反正你也不会。哎，来，你过来拿我看看。来，谢老主。你看，你干嘛去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萃取之术。萃取之术。嗯。那这个呢？这儿。这个。这个是秋水石榴。怎么了？这个，这个我看看啊。啊，这个是夏日百合。
贪图说话的，骗我。回来。我只不过是很久没有说屈辱文了，所以有些生疏罢了。还装，不懂就不懂。你给我等着。来。过来坐下。我不懂。自己看。一模一样。仿品。什么仿品？我燕子精用仿品。真的。真的。那当然了。你为什么会有羊皮卷上的东西？这不很正常吗？大师的作品流落民间，有什么奇怪的？大师？玉师？是，这玉师呢，是扬州烟市的首席工匠，创意非凡，技法精湛，颇得大家追捧。那我之前问你，你说你不知道。我只是那个时候懒得搭理你而已。这么说的话，玉师在西域？应该是吧。那我们去西域，便可以去寻他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刚才看到你把这个地方改成了编织工艺，的确是增色了不少。你夸我？你最近老夸我。我看你是想挨鞭子了，夸你都不行。没有，天天老夸我，我瘆得慌。瘆得慌？我有那么吓人？玉石月云秀。是那个跟崔氏九讨和珍珠的乐师。这个岳云秀在潮州雕玉行当大名鼎鼎，据说其技艺巧夺天工，行里人都尊称他为玉观音。我岳家的十七娘卓玉举世无双，人称玉观音，家主让他当众卓玉，意在择婿。郎主，怎么了？十七娘果真是超凡脱俗，智如璞玉，神技无双。我愿出十五万钱，十六万钱，二十二万钱，24万钱，28万钱。我愿出30万钱，45万钱。西域燕子精，欲求佳人，拜请提亲。西域的，求娶佳人，必当赤诚。所以燕某愿倾尽万千甲子，好求窈窕淑女。贵人可没有杨过妻子啊。言既出，
行必果。郎主刚才什么意思？你去下聘。你真的要娶十七娘？一见钟情，或是……我不管你是为了什么，此刻不要拿一个女娘的名节开玩笑。别啰嗦，照我说的做。我倾家荡产也要娶她。不可理喻。就为了一个玉妃，你要娶岳家十七娘？若她不是你妹妹怎么办？若她就是我妹妹呢？啊，我眼睁睁看她被卖了。若她不是，难不成你还真娶？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。找最快的办法。岳族长，我家郎主听闻韶州玉观音美名，特命我备来了重礼。岳族长，不想一看？有何重礼啊？那必当是金玉满堂，富贵无双。敢问你家郎主今年多大年岁呀？岳族长怕是早要……不重要，不重要啊！大几岁嘛？还懂得疼人。你家郎主家里边妻妾几人呢？若是妻妾来讲，这也不重要，不重要啊！家里边多几个人，还显着热闹吗？啊！你家郎主可有疾患呢？这当然也不重要。小女可问问，这嫁女儿何为重要？那当然要看你家郎主聘你的诚意了，充分能显示出你家郎主对我家你娘的诚心。这便就是诚心。我家十七娘那可是玉观音。看来岳族长不是在嫁女，而是在卖女。你好女自是难求，收起来。郎主，燕某见过岳族长。哦，燕郎君，请上座。燕郎君真是品貌堂堂，一表人才呀，不但年轻有为，又富可敌国，就是整个韶州想打着灯笼也找。这聘礼方面呢，岳族长随便提。50000，可以。50000，岳族长诺了。哎呦，良配，良配呀，燕郎君。岳族长，我听闻这岳娘子是个孤女，从小被你所收养，不知是从何处收养的。哎，是人家给的。那他是否还有亲眷？没有了，这孩子从小命运就凄惨，哎，颠沛流离，还险些丧了命，也是缘分，是我救了他，是我从小把他养大成人，不容易。燕郎君呐，所以这个聘礼呢，您看这，
瘟疫，燕郎君，你放心，虽我十七娘双亲缘薄，但可是后福边的命。够了！我燕某并不在意这些。真的要娶十七娘？不能娶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手艺。我又不缺工匠。那为什么？怎么了？对我未来娘子人选有什么异议啊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好奇，好奇你为什么会这么突然，还如此不惜一切。三日之内，我要带他离开邵州。你知道岳父要多少聘礼吗？三日怎么可能够？多吗？我要的更多。燕氏商队端午见过十七娘。贵客请稍等啊，我们十七娘正在泡手。哦，不妨事。那是羊乳吗？嗯，羊乳，没错，这正是羊乳。穷人家想喝都喝不起，这可是家主特地为我们十七娘安排的。给我吧，十七娘。这是我家郎主的一点心意，还请十七娘好好挑选一番。我们十七娘不喜欢这种艳俗叠加之物，她向来只戴白玉。那就巧了，这里刚好有白玉，你看看，可喜欢？替我谢谢你家郎主。十七娘就不好奇我家郎主是个怎样的人？只要他不妨碍我卓玉就行了。这满屋子的玉不会都是十七娘亲手琢的吧？所谓好玉不琢，这满屋子都是上等的好玉，是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，全靠琢玉人的心境和玉石的兼容度。十七娘称得上是玉观音，端午今日大开眼界了。你若喜欢的话，可以随意看看。真的，回郎主。首饰十七娘都收了，不过她最喜白玉，心里也只有卓玉。那你去找魏司快，把商队所有最好的白玉都给他送过去。所有的白玉？现在就去，快去。周郎君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去趟岳府。十七娘，可是划伤手了。近日我这手总是突然无力。无力？定是您近日过于辛劳了。家主一直提醒您啊，要多注意休息，不可这样没日没夜的琢玉，太伤手了。来，十七娘，该泡手了。嗯，
这羊乳到底有什么用？为什么我这几日泡羊乳总是感觉手不舒服？这羊乳汤一来是为了养护您的皮肤，二来也是为了让您的双手好好放松一下，而且这是家主特意为您安排的。十七娘，你连家主都不信了，您就安心吧。这羊乳泡了多久了？一月有余了。一月有余。十七娘若是不是，为何不跟你阿爷说呀？我跟阿爷说过了，可他都说这是正常现象。十七娘，看看今日我为你带了什么。郎主将船上最好的两块白玉全给你选来了，望你能开心。若是没别的事，我可就先走了。这个我帮你带走吧。啊？你怎么了？郎主。进来。怎么了？我有一个关于月氏的秘密，有关十七娘的安危，郎主可想知道？拿来。若您想知道，就先告诉我我想知道的。崔氏、月氏、燕氏究竟有什么关系？他们和我阿娘有什么关系？月氏究竟是何人？我看你现在翅膀硬了。你现在敢跟我谈条件了？拿来。我知道，飞天象在岳家。飞天象在岳家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先告诉我我想知道的。拿来。为什么要查连家飞天象？告诉我！拿这个耍我，你要干什么？这么恨岳家，那为什么还要娶岳云秀？你要对岳家做什么？崔家也好，岳家也好，他们都得死。那岳云秀呢？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此事与你无关。岳族长给他下毒，里面是软金散。岳族长要毁了他的手。我带你去韶州最好的医馆，你别害怕。